边呢，打开看一下。鱼丸了，熟了。哇，老小孩，鸡蛋果熟了？熟了，吃一个。 我试一下啊，好，粉不粉呢？粉呢。我们用来做个点心来吃。好啊。老小，你特别喜欢吃这个对吗？对。我把鸡蛋骨头皮削了。我先准备点糯米粉啊。好。糯米粉里面加点水。对。把它搅拌均匀。好。可以了。我先把鸡蛋骨捏成泥啊。好，我慢慢削皮。对，慢慢削皮啊。 把这个核去掉，把它压成泥。对。成泥然后包心了。包心好吃。对。开始包了吗？啊。好。先把它搓成条，然后打磨，然后把果肉包进来，搓成圆条。 然后裹上芝麻，对，一个，终于包完了，看看累不累？可以了，出锅。